成为女装大佬？啊，我并不想。你觉得如果你成为女生会是什么样的风格？我觉得我应该是比较冷艳高贵的一点。旋转的木马，那我今天就把你改造成一个蛇蝎美人。你是什么皮？我上个猪皮。我好像会有，但是会干。就都很干吗？就 T 区这里也很干吗？那边挺油的，鼻子挺油的。挺油是很油吗？不是很油，我也不会反光。啊，就中性吧，跟我一样。把你遮遮一遮。王思明，不知道你是会护肤吗？我不懂护肤，但是我会去做。你做什么？涂大宝面膜。有补水我也会。补什么东西？补水？拍在脸上的那个东西。就是流动性的那种水。对。然后水结束呢？把脸抹干净。用什么抹？用手把脸拍肿。这可能会有点臭。这什么？就是喷雾。闭眼，屏住呼吸，不要吸进去。唾液喷雾。有点臭，这个味道有点酸酸的感觉，就是胃酸的感觉。这不就是爽身粉吗？不是啊，就是小孩子洗完澡涂在身上的那种。你不能表情太紧张，然后你一紧张，脸上的褶子就会出来，褶子出来，所以就会卡住。然后就放松，不要惹我一下。那你可以帮我画一个桃花眼，只要我看一眼，别人就疯狂乱笑了。他不是写轮眼吗？给你画一个。写轮眼是什么？写轮眼是一种日式的眼妆，然后这个妆容下面还可以分类，比如什么万花筒型的。对对对，什么勾玉。我的天哪，你们很复杂吧？就是我对日本的一个眼妆美学的一个研究。什么东西？五零吗？烧一下，对，加热。烧我眼睛吗？对，把你的睫毛烫软一点，它就没有。真的呀，睫毛烫软一点。那我把火调小一点。哦。有点怕。这个够吗？把你睫毛烫软一点，然后夹起来就很翘，你相信吗？骗你。骗我的。这是五零二，真的？国外的五零二。那这个五零二能保多久？一个礼拜是可以。一个礼拜？那你多吓人！哇，你们俩的眼睛是真的眼睛是不是很像？他那边估计也很晕。晕。他的眼睛一看我就觉得跟我超像。晕是什么意思？头晕的晕。看眼睛看不看晕？对，晕妆。晕妆。不太厚了，你们这是一个搞笑节目，就是不是改造节目，是个搞笑节目是吧？来，干嘛？给我自己画吧。自己画只有我手太多了。请告诉我这个画是对的。对，那我下嘴唇画那么厚，你上嘴唇也不也得厚？那这个嘴角这边就不对了，擦掉。到底我是个美妆博主吧？哎，嘴唇好干啊，怎么办？是不是你都忘了？笑死我了。你看这样都干过来了，就不止这样的，那就不能再叠了，再叠就越来越干了。哎，我就是感觉就是那种爱斯基摩人被冻伤了，你知道吗？没对称，你知道吗？没对称。阿姨。我让他用这个识别解锁，看看能不能识别出来。可以的。为什么我不行？我卸了妆，我的苹果就认不出来。问题出在哪？你自己心里。对啊，我心里有点数了。哇！好了，我们做。不会露脸吧？不会。